不再抓狂，停电的晚上，你在身旁为我点亮一束光，心跳加速缺氧，眼神的碰撞，你的呼吸贴近我脸庞，有你热肠快乐不打烊，无聊笑话给晚餐多加分糖，比漫画还要更漫画的日常，欢喜悲伤复刻生活的模样，下雨天因为你变得很特别，路边捡来的小可怜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出现，抱紧我转圈圈，下雨天因为你让我好想念，属于不过你这一副愤怒小鸟的样子看久了还挺可爱的嘛。愤你个头。就这样一直待在我身边吧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停电了，刚刚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，又不是第一次停电了。我画都画了没了，我还没保存呢，我。杏儿，等我一下。我终于找到机会把它送给你了。这个是？打开看看。这是谁啊？杨阿姨，我是林胜啊，您不记得我了？哦，林胜啊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快认不出来了。阿姨，你等我一下。杨阿姨，给您带了一件小礼物。这不好意思。你就收下吧。那就不客气了，谢谢啊。嗯，哎，进屋坐呗。杨阿姨，我今天来的太仓促了，就先不进去了，改天再对门拜访。啊，好的好的，那有空来玩啊。好。杏儿，我先走了。不是，慢走。杨阿姨再见。再见。这个林胜不是小时候吵着嚷着要娶你吗？妈，那都是小时候的玩笑话。我看他对你很有心思。您就别乱点鸳鸯谱了。
傻丫头啊，别再去惦记那个生死不明的人了。你不是想要一番成就吗？靠自己是不够的，男人靠一双手打天下，而我们女人是要靠掌握男人的心。那个林胜啊，一门心思对你，是最佳人选，懂吗？心儿，你要记起这么多，得急到什么时候呀？就是，我都快要吃吐了，快吃东西行不行啊？不行，月哥哥就喜欢《水浒传》。我们进屋吧。顺我一程吗？好，没问题。阿欣，嗯，咱一起吧。哦，不用，我家很近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拜拜。走吧，杜经理。阿欣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出来散散步。腿脚不好还要散步啊？回家吧。你陪我去物业拿个快递吧。好，那你走我前面。我推你吧，这样快。好。快递都跑这么远吗？哎，对啊，因为下班太晚了，只能把快递放在物业那，但是只能放一小会儿，又不能太久不拿。哎，你说要是取快递就像银行一样，随取随提多好。那你这买的也太多了吧？妞为大酬宾，买300送300，简直就是白捡。这都是商家的营销手段。你又不是老板，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是真心大酬宾呢？哎呀，这搬东西算是累，拆快递是真的快。给你的。你别看这个手机稍微是旧了点，但是该有的都有，你试试。嗯，我是让你把手机号码输进去。哦，
好了，你看这棵树就是我。这树这么丑啊！别乱说，这是招财树。我饿了，给我煮点吃的吧。巧，我也饿了。香辣，方便吗？我来煮吧。家里已经没钱再买锅了。你放心，我跟美食节目学了一道菜。艺术跟生活是不一样的。够了，再吃那么多会胖死的。可以了。女孩子不就是要胖嘟嘟的吗？胖嘟嘟，你以为是猪吗？能不能多研究点好吃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经常吃，就不用吃泡面了。你以前每天都吃泡面吗？嗯，便宜嘛，就吃泡面。那我以后天天做饭给你吃。好呀。不要浪费粮食。
借我30万。你怎么又是要钱？我们中间就剩下钱了呀。案例会亲自还。那我马上打给你。么么哒。肖医生，你对女朋友真好。随便选了几张刮刮卡，运气好而已。随便刮刮，嗯，就中奖了，还中这么大的奖。运气好，没办法。你这哪是运气好啊，你这个就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。这里面还有20万，你拿着吧。这钱我不能要啊，又不是我刮出来的奖。再说了，无功不受禄，我不要。拿着吧，密码6个8。我收下了，我替你保管。小八，你说我捡到你，嗨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以后说什么我都走。什么都答应吗？正当事情。这个钱呢，不是白给你的，是要你用更好的服务来偿还，啊？我明白，你放心啊。顾安心可是有男朋友的，还非要吊着杜明啊？消息靠谱吗？杜明有一次喝醉酒，自己说漏嘴了。不会吧？他跟别人说自己的男朋友在国外，很少回国，这不是暗示杜明他有机会吗？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既然杜经理都知道他有男朋友，干嘛还这样？嗯，咋了？你俩要是不信，咱们亲自验证一下怎么样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安心，啊，下了班我们能不能去你家玩啊？我可以做香锅给你们吃，我可以打下手。要不然改天吧，改天做什么都可以。你是不是不欢迎我们呀？嗯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杜经理，一起啊。啊，嗯，好。家住挺远的哈，是啊，这块我都没来过。对，我也没来过。阿姨现在也不堵车。安心，你跟谁聊天呢？没有，我在看时间。哎呀，别玩手机了，我们一起聊天吧。啊，对啊。好。我同事要来家里，快走。到了。到了。就是啊，
Bienvenue, mademoiselle Anchine. Monsieur vous attend depuis longtemps.先生，你和安心是什么关系？我跟他住在一起，你说我跟他什么关系？完了完了，神仙打架，我们这帮吃瓜群众不会遭殃吧？也要势均力敌的呀，可是你看这阵仗，杜经理跟这个巴先生完全不是一个 level。安心，你不是说你男朋友常年在国外吗？对呀，我的确刚从国外回来，但是没有想到中途有朋友来家里做客，所以就临时给大家安排了位置。而且，不是所有的私生活都要跟同事分享的，对吧？巴卡杜 ，see to play。一点小心意，麻烦大家在工作上多帮帮安心，毕竟他是个小糊涂，被人骗了也不知道。早婚已经没机会了，野心又浪，关键是长得帅。你说这么好男朋友，你哪儿捡的呀？就是吧，有点傲慢。你看我们走了，都不来送一下。哎呀，人家坐的长途飞机肯定是太累了。阿欣，你晚上回去可得好好照顾人家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注意安全，拜拜，拜拜。Merci，不客气。躲起来，等他们走了之后你再回来啊！你躲得过这一次，下次怎么办？你刚才那几个同事摆明就是想你难堪。那有什么办法？都在一个屋檐下工作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刚才那个长得像冬瓜一样的男人，是不是上次给你送花那个？冬瓜？人家叫杜明。那国外的男朋友是怎么回事？我哪有什么国外的男朋友啊？那就是我的一个挡箭牌，我要是有的话，我让你躲起来干什么？那你可以名正言顺用我这块挡箭牌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方便？确实是。哦，对了，你怎么会懂这么多啊？而且又是买香水，又是准备西餐，钱从哪来的？
中奖了？啊，多少啊？这里面还有20万，你拿着吧。还剩多少？200。200，就剩200了。你生气了？没有，这卡本来就是你的，而且钱也是你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没生气。不是啊。说了，这钱又不是你的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话也不是这么说，这怎么说也是挥霍了一笔巨款，再怎么说也太浪费了吧？对啊。还行吧，你要不要试试？大可不必。你脸色那么差，还在生我的气啊？当然没有了，我当然没有生你的气啊。那你要没有的话，就来试试这个程序。即使发生意外，你也不用担心画稿会消失，它会自动保存在里面。我突然好像知道你是做什么的。那你说说看，我是干嘛的？又这么会玩电脑，平时又神神秘秘的，你是黑客。你想多了，现在还生我的气吗？
确定这小鲜肉不是你的吗？不是，真不是。那他腿怎么瘸的呀？那他有没有房？说来话长。不是，我还正想问你呢，你不是前段时间才跟我说要在外面多待一段时间吗？嗨，我也说来话长，还命了我爸妈，为了逼我回家，把我卡要停了。我现在闹冷战，走投无路了。安心，让我在你这儿多住几天吧。关心，帮我洗澡。等一下，你们俩一起洗澡啊？不是你想的那样好吗？我今天能不洗吗？不能。生气了吧？你就这么把他捡回来了？这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。那能怎么办啊？人是我撞的，总不能把他扔在外面吧？这倒也是。不过他长得又帅，身材又好，都可以 C 位出道了。你说这要是被我捡到啊？哼，你做梦吧你！再说了，万一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呢？说不定他不仅单身，还是个出自豪门的黄金单身汉，就像你漫画里画的那样。洗洗睡吧，您已经开始做梦了。哎，安心，嗯，我看他挺听你话的，你帮我个忙呗。什么事儿？行，你睡吧，我明天上去。装一天悠悠的男朋友，然后逃避他爸爸妈妈的追婚。好啊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我都需要做些什么？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你只要在那儿坐着就好。那安心也一起去吧。为什么要一起去啊？我就不用去了吧？那不行啊！我都和我爸妈说了，是你介绍我们俩认识的，他们当然要见见你的小和你啊。爸妈，刚开始我以为那丫头骗我们俩，没想到是真的。小伙长得真帅啊！男人光帅有什么用啊？重要的是要身体好。这年纪轻轻的就坐上轮椅了，我跟你妈这么大年纪也没说坐轮椅呢。好了好了，爸妈你别吵了，人也见着了，放心了吧？怎么样吧？满意不满意？满意。
意满意。小伙子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家里是做什么的？你将来有什么打算？准备什么时候去我们家悠悠？只要我女朋友愿意，我随时都可以结婚。我目前正在筹备一家科技公司，将来这个公司包括我都是她的。哎，来来来，吃。安心啊，来。啊，来吃吃吃。亲爱的安心，谢谢你这几天的热情款待。对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这么多年我终于当了一回经理，我被选中去伦敦参加麦克的 fan meeting 了。哎，我也祝福你跟小白爱情甜蜜哦。这次回来很开心能看到你的变化，珍惜这个男人吧，永远爱你的悠悠。上班，我已经帮你请了半天假了。为什么？你还记得昨天晚上的事情吗？什么事情啊？
你站着，我不说。我对你是一片真心的。你等一下，你别过来。你听我说，你应该给我个机会。不是，阿欣，你听我说。你别过来。你给我机会好不好，阿欣？阿欣，你听我说，给我机会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阿欣。去有了回忆，心